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算是懂球的一把好手，足球反向预言家，外号乌贼刘的刘禹锡。我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在一个场合被当作最懂球的人出现，但是居然在这里可以。如何帮助伪球迷在奥运会期间更好的生存？用点小心机，不会成为刘禹锡。什么意思？一般人是想不到的。对，这个人多有心机，想到这样的方法。来，我讲一下杨迪的心机。说啥呢？道听途说。土味情话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。我现在想越位，越到你心里的位置。别人喜欢奥黛丽·赫本，我喜欢你给我滚。大力宝贝过来。这是主裁判，这是边裁判。